你骂我两句也行。我向您保证，以后我再也不偷偷溜出去玩了，还不行吗？说话可得算数。当然算数了。阿玛，那您什么时候让温大哥进府来看我呀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总得见面啊。你怎么还在想那个戏子呀？香儿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是本王爷的女儿，怎么可能跟一个戏子有瓜葛呀？你让阿玛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那也不能为了您的面子不顾女儿的幸福啊。云香，幸福跟着那个姓温的戏子就会有幸福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当然会幸福。你懂什么叫幸福？七大非偶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哪来幸福可言？阿玛这可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就应该让我自己选择自己的路。你现在越来越会顶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许你再跟那个戏子来往。如果我偏要去呢？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爬着去。我打死你。我的魂也要跟着他。我就打死那个姓温的。要是你非逼着阿玛要了他的命才能死心的话，我会让你满意的。阿玛，你不要伤害他。阿玛，云香，阿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让我们失望啊。哎呦，我的温老板呢，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？哎，我说温老板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为情所困，那也得有个限度，可不能误了正事儿啊。人家贵就贵在这金枝玉叶，咱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高攀得上啊？啊，你就是跟头翻得再高，那也没用。我，哎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呀？温大哥，温大哥，哎，温大哥，哎呦，温大哥，我有个好消息啊！哎呀，什么好消息？再好的消息也没用了，人都傻了。我这个消息是有关于格格的。哎，快说，什么消息啊？温大哥，你先放手啊！我就这一件衣服。我呀，想出办法让你见格格了。真的？啊，你可别骗我！我哪敢骗你啊！快说！还是你小子聪明。哎，一提格格你就来精神，这下可以跟我回去上台了吧？啊？哎，好好干啊！好好好，这可是豫王府的东西，干不好你们可要挨罚的，干不好大有赏啊！好好干啊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快，快点，好好干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哎，你们俩干什么的？我是过来干活的，在这儿干活的我哪个不认识？少在这儿给我浑水摸鱼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大哥，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宅，所以想进去看看。您懂了吗？您抬抬手，帮帮忙啊！进去转一圈就出来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一定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温大哥，你见了格格就马上离开啊，千万别被人发现，否则会丢小命的。我知道。真是个大情痴啊！
叫我云香吧。云香，我不是什么王公贵族，不能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。大哥，这两天无论干什么，眼里都是你的影子。打开衣柜，里面是你。我看着镜子，里面还是你。甚至闭上眼睛，也全都是你。眼里烙在我心里，又怎么能抹掉呢？抹不掉也要抹掉，不然只会给彼此带来痛苦。不要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不要离开我。温大哥，我也不行。大胆！啊，温大哥，你快走！想走迟了。来人，在，把这个色胆包天的狂徒给我拿下，抓起来！啊，不要！不要！你干什么？云香，走走，云香！温大哥，温大哥，阿玛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，我求求你！我早跟你说过，阿玛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额娘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额娘，阿玛，阿玛，额娘。到底是唱武声的啊，打成这样连一声都不吭。我也打心里瞧不起戏子，我喜欢安分的戏子，只管在台上把戏演好，至于台下还是得知道些分寸。王爷说的很有道理，只要你答应不再来找我的女儿，我就可以留条命给你，不然的话，梁玉还有一句话想说，说说看。我爱云香，我要和她在一起。再说一遍，我爱云香，我要和她在一起。好小子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呀，拿辣椒水来。这。机会，我爱混账。把嘴巴张开，我看看。啊啊！陈大夫，他这嗓子还能好吗？休息一段时日，正常说话应该没问题。那还能唱戏吗？不可能了。陈大夫，您的医术这么高，
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他咽喉的损伤实在太重，机会不大。我先给他开个方子试试看，一天三次，绝不能断。啊，谢谢陈大夫，那我送送你。师兄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陈大夫要是治不好，咱们再去找别的大夫。就算走遍天涯海角，也一定要把你的嗓子给治好。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会生病的。你这孩子，你想怎么样？王爷，还在想着那个戏子？阿蒙，我真不明白，两个人相爱有什么错？你怎么就会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呢？云香，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认识个人就这样草率的托付终身了。你说你景寿啊，要财有财，要貌有貌，那个戏子哪一点能跟他比？再好我也不要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婚姻大事轮不到你自己做主。香儿，景寿说了，他不计较你跟那个戏子的过去，他答应阿玛会好好待你。你说这样的夫婿，你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啊。我过两天让他上门来提亲，择一黄道吉日就把你们的喜事给办了。阿玛，你就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吗？你若不答应阿玛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明天这个世上就不会再有温良玉这个人了。你就答应你阿玛吧。如果我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你能向我保证一定不伤害温大哥吗？我保证。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嘛。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我要见温大哥一面。不行。最后一面。说什么也不行。阿玛，我已经答应你会嫁给景寿了，你为什么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呢？
师，这是最后一面。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成亲了。戏可以吗？我再也没有机会演别的戏了，就当成全我。戏文里面有一出唐玄宗和杨玉环在月下发誓再结来世缘的戏，我三岁进戏班的时候就看他当时的大师傅演这出戏，当时我心里就想，要是真的有来世，那多好。不好。为什么？这辈子我已经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，来世还是不要再遇到你了。温大哥，保重。
开心了？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年轻点儿，好看点了？娘啊，你就别画了，你刚才在外面被人家推来推去的，你就不难受吗？难受也得受啊。哎，娘，你就不要再出去惹人笑话了，总是被人欺负，被人嘲笑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我的傻女儿，这妓女可不是好当的，这里面讲究可多着呢。你别看她百日红，这屁股一扭，男人就像疯了似的。当年你娘可不比她差啊，只可惜啊，是落花流水春去。娘，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的傻孩子，咱们在这里吃的住的都有，以后出去怎么生活呀？可是我真的不想让你再过这种日子了。不是这样，我替你做，放下，我不许你这样说。娘这一辈子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往这火坑里跳呢？如果你想当女人，当初你早就当了，我何必让你女扮男装在这里受这份窝囊气呢？放下，放下！做女人的，谁不想有个好的归宿？你以为我天生就那么下贱，天生就想当妓女？都是那些该死的男人，一个是我爹，也就是你外公，这穷点算什么？这一家人在一起勒紧裤腰带，还怕过不好吗？干嘛非要把我卖到妓院里去？还有你的该死的爹，他说要回来赎我的，我等啊，我等啊，我等的头发都白了，到最后还不是一去不复返。现在我算是看透了，娘，别说了，我要说，我要说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娘，我以后不会再怪你了，我听你的话好吗？我不会再任性了，开心呢、啊，娘，开心。
现在我不能唱戏，一个个都翻脸不认人，他们难道忘了以前谁给他们饭吃，谁给他们饭吃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以前最威风最厉害了，能回家吗？啊？现在我什么都没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一乡了。大宝，你帮我帮我。温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的，我一定帮你。小姑娘，哎呦，大哥，你说话可得听要紧的说，要是让王爷知道我和你们还有来往，非得活活把我打死不可。不多不多，我不多说，就一句话。那你快说吧。温良玉死了。什么？是啊，他死了。我过来通知你一声。没事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回来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昨天晚上，他喝醉了酒，掉进湖里了，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失足还是自杀。你骗人！你不相信我，不信就算了。哎，不是我不信，可这也太突然了。明天就是出殡的日子，你们家格格跟他总算是相识一场，要不要来？你们看着办吧。哦，当然了，你不告诉格格也没关系啊，只怕他以后知道了会恨你一辈子。心疼他，当初又怎么会这么对他？你怎么会这么说话呢？哥哥都这么伤心了。他说的对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我不应该一个人留在这世上苟且偷生。大哥，我来陪你了。哥哥，是鬼啊！云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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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见你。我忘不掉，我不能让你嫁给别人，不能让你嫁给别人。温大哥，哎，好了，有钱人终于见面了。我没有骗你啊，他昨晚上确实掉湖里了，是我把他捞上来的。你看我的衣服还没干呢。要我说啊，是你们玉王府的女人太蠢，随便说两句就信以为真了，一点世面都没见过。喂，你不要打我啊，我可是为你们家格格好，难道你想让他们永远见不了面？可是这次见面了，下次呢？总不能老这么偷偷摸摸的吧？是啊，温大哥，不如你们两个私奔了吧。私奔？哥哥，大宝说的对，你们俩是分不开的，假如分开了两个人都痛苦，既然如此，干脆私奔算了。那你怎么办？还有我阿玛额娘怎么办？我只是个丫鬟，哥哥走了以后啊，我就推说不知道，王爷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至于王爷和福晋吗？你放心，他们位高权重的，难道还怕他们有事吗？云香，就等我们安定之后，再回来求他们的原谅，跟我走好吗？
是舍不得你走啊。踏雪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。嗯，哥哥，让我再给你梳一次头吧。你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。好吧。云香，睡了吗？还没呢，等一下啊。阿玛额娘，请进吧。啊。云香给阿玛额娘请安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云香啊，刚才你阿玛找人合过你和锦寿的八字，很合适。算命的说有三个日子最适宜出嫁，想跟你商量一下哪个日子最好。女儿全凭阿玛额娘做主，不敢有什么意见。王爷，我说了，云香是最孝顺、最听话的，只要事情过去了，她会想通的。嗯。我看你今天精神不太好，那你就早点休息吧，我们明天再说。嗯。阿玛额娘，女儿不孝，做出了好多让你们不高兴的事儿，可是我希望你们明白，女儿的心是永远跟阿玛和额娘在一起的。如今女儿就要走了，希望阿玛和额娘要多记得云香的好，忘了云香的不好，这样女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心安的。快起来，起来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，只要你能明白阿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阿玛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人生在世，不仅仅只是风花雪月，更多的还是过好日子呀。等你到了阿玛这个年纪，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今天就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们还要一起去祭祖，我们要告诉祖宗你要出嫁的这个好消息啊。恭送王爷。之后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千万要小心。大宝说的对，我们王府里的女人太容易轻信别人，出去以后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。踏雪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嗯，他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就回来，踏雪为你报仇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他好的。好了好了，有完没完？城门一关，谁都走不了了，快走吧。哥哥，踏雪，给我，哥哥，走吧。不哭了啊。走吧，我们走了。温大哥，哥哥，保重啊。Thank you.
师傅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师兄没在自己屋里，一定又跑哪儿喝酒去了。他走了。走了？您把他赶走了？您不是说过永远不会把他赶走吗？是他自己要离开的。一个没嗓子的戏子留在园子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要把他找回来。回来。你找不回来他，他已经拥有了他自己最想要的。他呀，不会留恋这儿了。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和梁玉的缘分也算到头了，你应该祝他一路走好。伯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不好了，师父，师父，外面传言革命大人打进来了，所有人都急着往城外跑，有一帮强盗趁火打劫往这边来了，怎么办呀？师父，师父。师傅，那我们赶快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，快别收拾了，逃命要紧啊！我的行头，哎呀，师傅，东西没了可以再添，人没了就什么都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师傅，我的信箱，我的行头啊，我们的行头，没行头怎么吃饭呢？我就偏要碰，看他们怎么样。